把它变成生殖柴油，那其实柴油车是可以使用的。所以上次做的生殖柴油其实就是这样子。那动植物的这样子的油脂，它使用的脂肪酸链有饱和脂肪酸链，你现在看到的这两种，这两种都是饱和脂肪酸链。饱和脂肪酸链的特色就是里头通通都是单线。不饱和脂肪酸，不饱和脂肪酸在植物里头很常见，当然动物的油脂里头也有。不饱和脂肪酸会出现碳碳的双键，这样并不是每一个碳的键结都键结完全，那甚至有时候不止一个这样子的双键，有时候会有两个。我们会称不饱和脂肪酸会对身体比较健康一点点，那有时候我们称它为多元或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。如果只有一个双键，我们称它为单元；有两个以上，我们称它为多元不饱和脂肪酸。那当然对身体可能有一些健康的好处，那在使用上我们通常还是会希望它变成饱和脂肪酸。中性脂通常由一种以上的脂肪酸组成，虽然是甘油加三个脂肪酸，不过那三个脂肪酸不一定要相同。那来源不同的脂肪，它的脂肪酸的组成会有一些差异。就算是我们很喜欢吃认为比较健康的植物油，植物油里头的脂肪酸有没有饱和脂肪酸？有，还是有非常大量的饱和脂肪酸。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植物油都是不饱和脂肪酸，多数植物油还有比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，而动物油脂主要都是饱和脂肪酸比较多。那这些油脂刚刚介绍的，它都是16到18的碳。为什么会是16到18的碳？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合成脂肪酸的时候，人体会合成脂肪酸，当你吃的糖类太多，你吃的能量太多，在你体内它会把两个碳接在一起，所以一次一定是两个碳，所以一定是16或18，在人身上，在动物身上一定是16到18。只是动物本身合成的脂肪酸没有办法形成双键，所以动物身上出现的大部分都是饱和脂肪酸。如果你要得到不饱和脂肪酸，基本上你可能必须要去吃从植物身上去获得。这些各种植物的，像番红花、太阳花、向日葵啊，你有吃过向日葵的油？向日葵的油里头有饱和脂肪酸，红色就是饱和脂肪酸。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跟多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刚刚有讲，它有两个以上的这样子的双键。你觉得很好很好的油还有什么油？你觉得很好的，你要认为很好的橄榄油在这里，它一样会有饱和脂肪酸，然后单元不饱和跟多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它不饱和脂肪酸的量算多的。那你常使用的一些油类，像椰子油的饱和脂肪酸量超多。以前曾经发生过一个，也不知道谁对谁错啦，在台东那里有一间国中，他们学校有中央厨房，然后买油买回来，结果他跟厂商说他要植物油，因为他们要给学生的营养材料用植物油，然后可是冬天那一年冬天太冷。最后他们买进来的植物油凝固了，他说那个不是植物油，他要去告那个厂商，结果那是植物油，只是厂商他只有说植物油，厂商给他很劣质的棕榈油，然后还混合椰子油，所以那个油还是会凝固，所以温度太低，植物油的类型还是会有凝固的一些现象。那就算是动物油好了，牛油。或是黄油，然后有一些润滑油，其实里头都还是会有不饱和脂肪酸。那不管有没有不饱和脂肪酸啊，基本上这些脂肪酸在我们身体里头合成的时候，它一定就是16到18个碳，16或18个碳。所以它的长链，我只要把那一条脂肪酸链拿下来，那其实长度跟我要求的柴油的长度是一样，是差不多的。所以我们可以很好使用这样子。所以大刀沙拉油里头，这里的上方的数字14:0、16:0、18:1、18:0、18:1，这些代表是我的碳数多少，我有几个双键。前面这里通通都是饱和脂肪酸，14个碳、16个碳、18个碳，没有任何的双键。后面这里是18个碳的，
慢，所以由车子的引擎要把它雾化很困难，甚至会粘在车子的那一个雾化的头上，所以那车子到后来可能会无法使用。那要让它变得很液态，很液态的时候的柴油做完出来的生质柴油，它的流动性就会比较好，所以基本上要用这样的东西。那这底下是刚刚脂肪酸跟甘油结合在一起变脂肪的过程。那用植物油替代化石柴油主要的几个问题，因为在柴油里头，它只是一条长链的碳氢长链，它并不像我们的脂肪会变成甘油加三条碳氢长链，然后那个结构太大不行。所以植物油或是动物油，它的分子太大，粘度过高，不容易软燃烧，所以很容易起碳，这个一下引擎就会坏掉。不会坏啊，只是不能用，你必须要大概开个一年就要清洗你的引擎，跟大概清个几次就跟买一台新车一样。一般的柴油的燃料，它的流动系数每一秒钟，每秒这个系数的描述是，我把那一堆油拿起来，然后用倒的，在固定的角度底下倒的时候，每一秒钟可以有 1.3 到 4.1 的立方 mm 流动的面积啊，就是流动面积会这样子。其实我用植物油，它的流动系数它就是一团，它一大团都一起滚动，它没办法铺平，它不铺平，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，分子太大会无法把它雾化完，无法把它分散。所以如何降低这样子的，其实只要可以让它分散，我就可以在柴油引擎里头使用。如何把那样子的油给分散开来，有几种方式，一个是稀释，把这样子的植物油稀释，那可以加大量的柴油进去，或是加大量的汽油。不过加汽油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，汽油的燃点压缩比跟生质柴油的压缩比不一样，所以你可能在燃烧的过程，汽油已经烧起来了，然后那些生质柴油还没烧起来，所以整个引擎的运作会不顺利。所以稀释，如果用稀释的话，我们加的那些植物油只能加很少，就算加很少，对引擎的运作其实还是不顺利。或者是热裂解，把那样子的植物油拿去加温，然后一直加温到它裂解掉，其实这就有点跟分六的意思一样。或者是微乳化，微乳化讲的是用一些界面活性剂，一些界面活性剂像肥皂那一类，肥皂可以帮助这些油脂溶解，那利用那种东西来把它乳化，来帮助它分散，那其实这也不是很实用的方式，最好的方式还是让它变成一条一条的脂肪酸链，那我们称它为转脂化，所以最常做的是转脂化的方法。不过转脂化在整个过程里头，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步骤，它需要一些特殊的处理。在国外已经有固定的生产的流程了，这是德国。德国每一年的秋天以后没办法种植作物，所以他们会种大量的油菜。种油菜，那油菜油里头，他们的油菜或者是他们的油菜跟我们平常在吃的那种油菜不一样，我们会称它为芥子油，那种东西不太能吃的。那他每一年种了，秋天种，明年春天开花，他会把那些油菜籽收集起来，收集起来，他只收集油菜籽，剩下的那些地上的叶子啊，其他的部分，他们就会把它当绿肥，就好像你在台东花莲那里，你可以看到台东花莲每一年三四月会有油菜花季，整片的油菜花那是绿肥，所以剩下部分当绿肥，搬到土壤里头去。而那些籽就收集起来，然后把那些籽拿来榨油，榨剩下的那些渣喂牛、喂羊吃，然后得到那些油菜籽油。油菜籽油，如果是纯的油菜籽油是可以吃的，不过如果里头还有其他的一些介质，因为有时候他们会吃重，那大概是不能吃的。然后接下来把它转脂化，我们待会介绍在这里面转脂化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然后储存。然后他们可以使用，他们已经有生质柴油的加油站。国内的柴油基本上，你现在加国内的柴油，如果加你的生质柴油引擎的话，国内的柴油已经是 B3 的柴油。所以就算你说我想要加纯的柴油，没有，现在国内没有纯的柴油给你加，通通都有加生质柴油在里头，只加到了 10%。
目标是要让国内的生殖柴油加到5%的生殖柴油，加到5%的生殖柴油，市面上的所有的柴油引擎车都还可以运作，不需要做任何的修改，所以轴型甚至比较高档的一些房车都是可以的，像双 B 的这些房车都可以直接吃 B5 的生殖柴油。那有一些车子比较耐操的，它可能可以吃更多生殖柴油，甚至可以自己做。比较大量的油，比较容易得到的油，黄豆油，还有棕榈油。所以这两种比较容易获得的油类，黄豆油在美国生产大量的黄豆，美国每一年都生产大量的黄豆，甚至他们把他们的基因改造的黄豆给阿根廷、给巴西去种植。他们那样子的黄豆种植成本很低，因为他们做了一种基因转植，他们把抗杀草剂、抗杀虫剂的基因转在黄豆里头，所以种了以后，他们的目标并不是减少杀虫剂、杀草剂的使用，种了以后，它可以拼命的喷杀虫剂、杀草剂，因为它的植物不会死，所以它可以杀光几乎所有的杂草，杀光几乎所有的那些会吃它黄豆的虫，然后接下来它的黄豆几乎不会有任何损失，所以它的产量每一年农作物的损失有1/3是因为病虫害或者是营养不足，所以它就可以直接增加30%以上的产量，所以它的黄豆产量很大。所以你会听到我们有一些人会在说，我不要吃机改黄豆做的豆浆，其实基本上还蛮难避免的，因为在美国生产的黄豆80%以上是机改黄豆，你从美国进口，你就不可能避免说你买到的黄豆不是机改的黄豆，所以在国内用进口的黄豆做的豆浆，基本上应该是没有非基因改造的黄豆。黄豆油很多，所以比较有这是黄豆油。那棕榈油主要生产的国家离它比较近的会是马来西亚、印尼。印尼种很多这样子的棕榈树，甚至每一年在大概1-2月的时候，这些棕榈树可以收集，它产生出来的果实，棕榈的那一个果实就是超油的。他们用那些人家有点像在铲草的那种叉子去戳起来，掉在地上的时候就会掉下去，炸开来的不是果汁，那些果实会喷出油，它超油。不过棕榈油你应该知道，棕榈油不是一个很好的油，棕榈油里头的饱和脂肪酸很多，当然如果用来做生殖柴油就不错了，可是你还是有吃过棕榈油。但是棕榈油，你听过棕榈油最常拿来做什么？某一些东西它会写，它就直接写它是棕榈油做的，做肥皂、沐浴，它这边会写棕榈香皂，就其实通常都是棕榈。可是棕榈油难道就那么不好？你甚至还有吃过，就把它吃进肚子。你在吃的酥油，在外面做的那些糕饼啊，传统的大饼，或者是一些派，外面派皮很脆很硬，然后厚厚的那一种，那一类都加酥油，酥油也是用棕榈油做，把棕榈油做。